谁？这是啥？打标头软体。打标头软体。哦，先放大主画面。哦，工作范围，工作范围的设定，有画布设定，宽高。好，宽高设定好之后，好，导入档案，开启旧档。好，这是我们要打的东西。好，在这个画布上面按滑鼠右键，可以去设定它的位置。好，这里我们再移一个位置一下。好，接近这里。这是我们的左下角原点。好，然后这边回到控制画面。这个是深度，力道深度。深度哦，我们先不用那么深，先用150。好，这个是测试我们会不会动作，看那个导标头有没有动作。测试没问题的时候，按这个 Start 就开始雕刻。来，按 Start。